怎么卡住的？你快点来打我！这样的话，你们就是有一腿的关系了。就是我可以要一个联系方式，下次你卡住的话就。小姐姐一直卡缝中，求救 and 开溜消防猛男，截取抽天。你这么刚吗？大陆女孩春柚哥哥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失去右腿，不过自信又乐观的她装上义肢后，不止在全运会中获得银牌，还登上上海时装周车厘子。而这是他的一只，偶尔会出状况。快点给大家动一下！你认真的吗？哎呀！啊，痛痛痛！人是拔出来了，腿没出来。我帮你拔一下看看啊。2000 years later。要不这鞋咱们不要了吧？腿腿，和你的兄弟告别，告诉他，留得腿腿在，不怕没鞋穿。我说好一起愉快的玩悄悄吧，结果中途腿掉了。我把它靠在旁边继续玩。愉快的玩了半小时后，我突然发现腿不见了。看到腿，腿，我是不是给他们退吧？啊，这么把腿都算了吗？你在哪里啊？半夜回家。爸爸，为啥我腿在家里嘞？我们要和朋友去扯这事了。我是感觉有人一直在拔我的右腿。他用力一扯，假肢掉了。我们俩同时尖叫，那 NPC 的叫声比我惨1000000倍。NPC 小哥哥，要不咱俩谁也不下谁了，咱们两个冰释前嫌，可以吗？而这经常掉下来的一只，还让他收获不止友情。他的假肢被卡住了，怎么卡住的？怎么卡住的？你快点来拔！用力拔一下。人拔出来了，腿没拔出来。怎么了？怎么就卡进去了？啊，是有点技术卡进去了。你检查一下有没有损伤，需不需要我们帮你装？哦，这样的话你们就是有一腿的关系了。我和小李已经收到了大家的祝福，谢谢各位小伙伴们。